这是两个人的第二场啊，主力。三分那场包王是10-12啊，这个惜败，是吧？先来看一下这边主力，开局就上叶帕巴，然后真吃手底啊，这边八神啥也没干，给叶枫做了2.5颗的气，好人呐、啊，包。好快的换壳速度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撤回，让我说。包王又来角落了，吃必杀了。没有连麦，没有连麦，哎，这样也可以，也行。看一下啊，这边这个真七开局就要展示一下武功。展示失败，继续追，追到脸前挨了顿打，1-0。王这边把八神放在最后了啊，龙二首发，开局疯狂进攻，然后没了，是不是没了？不换阵容，咱得调一下顺序。看一下这边八神跟真知鬼步五连安排上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你说啊，八神手底还是没躲开叶枫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晕了再上一杯，我的天，晕值没了，吃必杀，2-0。好了，2-0，包王把龙二换掉，弄个大猪来手底，又晕了，做个人，12秒。倒地进角落，大跳抓，小跳 C 带个抓，发个波，走你！没有连麦，没有连麦。看一下这边大猪，吃的准。百合哲没够到，吃了两下球。好了，拿下了，转球带走。呜呼啊，这球转的好呀，小包，你跟谁学的转球？是跟黄奕吗？蹦太高，杰克蹦得太高啊！
猫王连续往前蹦，再转，运气不错。完了，走吧，小宝。又把大猪拿掉，换回这个0-1的时候，这个比分，这个阵容，对吧？八神手底，龙二首发，这只龙二打得不错。打得不错啊，成了，这不打得不错吗？看一下千鹤跟龙二，迅速来到墙角啊，开始一波无情的进攻。这局真气有两颗气啊，千鹤选择爆气要输出，切防切两下啊，包王这个节奏现在拿捏到了，回空摸头占地必杀，见满力了，看一下马力跟真七，一手杨顶天，哎呀，进角落，这是前 A 乱动，跳 C 没有夹，高点后跳 D， 哎，赌升龙，别卡呀，哎，还升龙又被踢下来了，后跳跑抓。这局应该成了，马力有三颗气，不好说，万一被堵到了，拔神一下就见底了。开局就爆气啊！回话慢了，慢了还出，进角落了，跳抓夹一下，玫瑰，哎，玫瑰呢？啊，延迟玫瑰是不是？连续葵花堵送货上门，继续延续这个阵容啊，才4-0，不着急不着急，黄他第一下这个跳壁的玫瑰没出来，看一下这边真七没有气，下 C 没抢啊，不对，他应该是抢的 A 啊，没出来，抢抓，两个人换边，包王这波不错啊，成功的逃离墙角，开始反击了，开始强势的反击，哎，左边升龙没吃到，吃右边的。我也不知道呀，为什么下手这么狠，连亲戚都不做了吗？包王还仰仗着这首八神呢，哎呦，可以可以啊，这波进攻相当潇洒，刚才三问八王把叶枫给归生气了，这不说了句一会儿还有主力的吗，让你归，关键是归生气没赢啊，5-0，这还失误了，
上大门了，七号兵，不是不是，感谢九月末。包王真七都首发了，我的天哪，不成功变成人。哎呀，这两次都被他防住了。但是真七不是被打死的，这是被吓死的呀。我这没想到，我觉得这八神应该会偷点血，但谁想到真七都给带走了，极限拉扯。不不不，八王的快乐没有消失啊，八王的快乐没有消失，只是转移到了我们这里啊。跳地逆向不正，直接打晕了。看一下八王这边两颗气的大门。哎呀，我别 AB 啊，小包 AB 就死了。哎，算了 AB 吧，反正都死了。哎呀，这破烂捡到了啊，再捡一个。不至于吧，这今天这么好的节目吗？继续争取首发啊，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上一局主要是被吓到了。连坐那几个波，搁谁谁不害怕呀？想要百合折啊，就不让你蹦过去，就不让你蹦过去，钻波跑抓。这回你再赢。这你可以看出来，八王尽力了，真的在尽力啊、嗯，拼了！可以吃个抓，千鹤跑出墙角啊，看看这波防住了，哇，成了，开张！哦，一旦开张就会连拿好几分，知道吧？总不能马力反三吧？千鹤八王都开始说胡话了，跳抓，夹一下，这么多血的真七。就没啦。直接追跳抓，再夹，点一下延迟抓，霸王这波防的不错啊，挺会防。玫瑰没出来，出了一个驾招，满力这气得留着打红丸，在大猪这里如果用掉的话那就没戏了，现在这个血量就够呛了。红丸这战壁是吧，走一走，想骗能量闪呢，再闪拆头，再追，开张了，应该能开张了吧？啊，宝宝，别说啊，这真气首发效果不错的。
儿童节快乐嘛，6-1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总不能真说过年好啊，还有挺长时间的。还真奇老下地干嘛？不会死，真奇的下地不就是泽吗？打真奇的鬼步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，打八神的比较难，最难的是大猪跟猴子。哎，不震了。好了，半血的猪先倒地，下地接升龙甲，这个地不好说啊，这猪两颗半气玛丽满血，这边红丸打玛丽有一些优势的，拳脚上面还有属性上面的克制。不是一顿轻脚，红丸的站姿跳攻击接不了指令头，所以你这边折的时候就会少了很多。只有一次机会啊，想要玫瑰没房了。什么呀，这一会儿过两次年不存在的，堂堂包王啊，拿两分这不很正常吗？这前面几局挨打挨得太凶了，让别人觉得他好像拿不了了似的。真奇首发大获成功、怒拿两连胜。拉开，继续拉扯，又是切防两次、他想大眼跳蹦开。八王这占地这个距离啊，现在禁地弄得挺明白啊，叶枫的这个千鹤的猝死啊，不下 C 直接打还打不到他了是吧，又研究了下盘两点带个抓，出了那么多下地，这目的就是让你习惯性蹲防，这两个占地踢到的全是蹲防。三连胜了啊，我们的快乐没有了。他又回到了包包的脸上，哎呀，大猪扔飞了，再夹一下把气拿出来，一颗气。
猴丸打玛丽是有很多优势的，属性上也有克制，所以玛丽这边挺难受啊。猫王这边这是不是掌握了小精髓？哎呀哎呀，没跑起来呀！800里外出个下地，你可行看？堵到了，就只能堵，要不要夹他？夹了，跳壁玫瑰呢？这是蹲姿啊！那能 AB 吗？哎呦，他反三了，是不是？不讲究啊！真七这几局这首发，哎呦，大获成功啊！又吃不正，他又出这个蠢招。这个招干嘛用？这招我说过好多次了，这招有点用，天赐地啊，然后这个啥，下地中了压起身瘦身啊，都很有用。但是回报率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它的回报率就那么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关键这一旦没打到啊，挨揍是真疼啊。又卡又卡，继续真七首发啊！这几局真七首发，这小拳脚啊，拿捏的相当好啊！一手包王踢啊，然后加跳 C 抓，对吧？站 A 站 B， 哎，跳 C 抓，现在该出战地了，你知道吧？该出战地了，哎，习惯性蹲防了已经。这局千鹤没有气，看能不能封住他，还是被推出来机会，跟他换血，别让他攒出气来，完了攒出来了。再次啊，拿到了反三的机会，这局就一颗气，满血的真气啊，很难啊，一手下 C 加跳地，逼得近了还吃逼啥？战地必杀，哎，不接必杀了，怕失误。三分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慢水抓，哎，贴脸下地，你看，叶枫又开始站防，猜不对。哎，你看，八神的武功被真七废掉了。
正气八百赢，是不是？搞心态，嗯，搞心态成功。摸头，要晕直去哪儿了？就是他换上真七首发之后，就第一把被吓死了，空血翻盘，剩下全赢，是吧？强啊，这又找到新思路了啊！叶枫想逃不阵了，哎，下盘被抓，闪一下，还是没有机会，把第二个技摇出来，然后去拼一波。两颗技的满力，八王这得一手能量闪，死乞白赖的跑，哎，才有机会。这么多气是吧，近身就闪，然后就让他骗 AB， 还爆气了，我去，加招，滑铲剩一点点的血量，骗一下下盘，两气玛丽跟两气红丸啊，堵了，跟了正摇脚，还好只吃了一个这个。失误了，是升龙，哎哎，这啥玩意儿，玩挺好啊，裸杀裸杀，圣包王赢。好了，刚才一局裸杀，圣包王赢。哎，你看他一发波，包王就跳 C 抓他啊！这会儿掌握到叶枫的这个八神的命脉了，是不是？哎呦我去，这么强啊，小包！哎，这前鹤一顿真身啊，把王给晃得一愣一愣的，出个摸头。对啊，9-3变8-4，那你裸杀打掉对方最后一个人，就算你输。呀，大猪没了，晕了，这。主要是这个千鹤的布阵还没走完，他没有第一时间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压大猪，所以只能等红丸出来然后再去打。没了，好了啊，比分9-4。一套晕，八王这真气首发打好好的，
头七不要了。真七打八神这胜率多高呀，那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。 Round two, ready, go!现场教学这没有用，你以为他教人家就会了？摸头，干拔一个，宝王的脑回路确实不一般，想不明白。你说真七打八神，首发其实打得挺好的。突然间就送过来个菜放前面啊，给叶枫揍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这个战地太近了，挨揍了。哎，下地不跟朕咬脚了啊，人家等着出上布阵呢，他不出了。也有可能是排错了，对吧？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排错了。八神首发前面已经证明了屁用没有，而且真七首发打得这么好，是不是？就是大猪真是一点用没有，真的又吃不正，除了浪费千鹤的气。他为什么还用八神首发？对自己八神的功底啊，非常的自负，是不是？就是要弄啊！你问问叶枫，怕怕我八神？做波，哎呦！真做波还得看包王啊。这局八神虽然没赢啊，但是这个打到这种程度给真七留了气，而且叶枫八神打残没有资源还可以，是吧？他这小拳脚，哎，你一发波就挨揍，可准了，开了。关键他真七放在二发打千鹤，其实说实话很难打的，有气的情况下还好一点。哎，来了，直接跑杀。刚说完很难打，这么容易啊？成了两气的马力，不，真气没有气啊！跳 C 抓，看这波能不能关到一个平 A 带抓的啊！不，其实改版之后啊，马力的变菜了。玛丽的这个本身在这个版本就不如之前的版本，八神千鹤变厉害了。看一下包王的大猪打玛丽有没有用啊？进角落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，他先出架招啊，然后包王出了个 A 来，接的挺好。他又弄个了个猪头模式，还把真七还拿掉了啊！上一局真七打掉了千鹤和八神，就是谁打得好，他把谁换掉，是这意思吧？摆烂了！不不不，你看这猪头模式，哎呦我！多好用啊！
莫名其妙的招都是啊。什么呀，先吃一个战略性保留实力，是不是等到有大型比赛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。好好好，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。包子碰前鹤拿捏，关不住，刚了，趁着这波没气啊，看能不能打一下，打一下然后他就破防了，他就哎，他必须得堵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不堵他也破防了。哇，这想小跳地打逆向吃个必杀。再抓一个，那叶枫想多跟他玩一会儿，看一下马丽跟红丸。完犊子了呀，包！啊！叶枫给他点机会再打一把，来了，嘿嘿，不是那个跳抓的战 C 没有挂到红丸的起跳，知道吧？挂到了就是另一个另，哎，这波做的不，人家凭本事拿的分，那大猪首发打的多好呀，疯狂的压制，又拿下了，闪，再踢脚，哎呀，这个 AB 二马一搓蹬蹭一下就跑了，这一局包子有两个气啊，这前喝就难受了，看能不能偷到包子啊，偷不到呢就无限被折磨啊，因为他跳得高落得慢，你看这么跳的话包王有的是反应时间，下 C 不正，能打多少打多少，拿下，呀还没死，11-6，好了啊，11-6了，哎呀，是 AB。晕了。
完了，这么多血的八神，这包子咋整啊？跳波一次基本上包子就拉了，选择用波去打不可防御。八王这波发的准啊，哎，得拿捏心理，闪也没用，闪他就跑了。哎，用轻手的波啊，收招快一点，跑得快，接必杀，然后冲过去贴脸延迟抓，葵花带走。这我怎么知道？就这一招啊，霸王无限吃，那凭什么不出？收，对，